这张照片上这一圈环状物就卡在一岁小女童的肠道内，一个月还无法自行排出，原来这是这样东西。 五颜六色小珠子一靠近就猛力吸引，专家巧手一变，排列组合变化万千。巴克球是能激发小朋友创意的益智玩具，但是磁力强，幼童可能误食，在美国甚至还有小朋友因此丧命。台中这位一岁小女童就是因为误食巴克球穿刺肠道。 女童开刀后取出十八颗八颗球和破碎的肠道，看起来触目惊心。妈妈推测可能是一个多月前亲戚小孩把玩八颗球，女童误食后因为年纪小无法表达，而且八颗球吸附后穿透肠道，自成两处瘘管，女童才没出现任何不适，直到她肠病毒入院检查后才被发现。那么磁力球在肠道里面呢，它会因为磁力很强的关系，它会结合在一起。 那幸运的是，这位小朋友呢，在结合的磁力球呢，形成一个环，同时在环的两边呢，形成了瘘管，所以呢，肠子破掉的情况，肠子里面的肠液并没有流到腹腔，造成腹膜炎。 国内外都有多起儿童误食八颗球意外，严重还可能引发败血症丧命。10岁以下的儿童家长最好还是小心再小心，避免幼童吞食。记者陈广瑞、谢耀云台中报道。